来，同学看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了哈。那么，好，我们呢现在好啊，就是到了这个水忏的卷下的部分。那么呢，上一堂课啊，其实主要还是跟三宝有关，就是可能在日常生活哈，我们会有轻慢道啊，主要是谈相关这方面的课题啦。上一堂课哈，所以呢，在上堂课里面就有提到啊，如果是家里有佛像啊，或者要跟佛像供这个房间。这个就稍微要留意哈，还有经书的部分哈，不过到了今天啊哈，因为啊什么东西啊都电子化了，在以往啊很最传统的时候啊哈，你写个佛字啊在白板擦掉啊，哇，他们都觉得很大件事哦，那么呢现在变化到啊哈，但是不可能不擦嘛，然后过后呢现在啊哈，以往 delete 也是很严重的哈，后来现在发现哎呦。都是很普遍了啊，因为文字跟佛有关很多，所以其实回到去动机是比较重要的哈。好，来我们就看一看啊，继续下去了哈。那么呢，谈如是等罪开始啊，来请秀娟读一读了，如是等罪啊，有请。如是等罪，今日至诚，悉皆忏悔，或勉励听经、仰卧读诵、高声语笑、乱他听法，或写解佛语、譬说圣意、非法说法、法说非法、非犯说犯、犯说非犯、轻罪说重、重罪说轻，或超前着后、超后住前、前后住中、中住前后，疑是文辞安止以点，或为利养，名誉恭敬，为人说法，无道德心，求法思过，而为论议，非礼谈讥，不为长解，求处施法，或轻慢佛语。尊重邪教，毁思大乘，赞生闻道，如是等罪无量无边，悉皆忏悔。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好，没日，事，你可以停一停，我们先解这一段哈。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哈。好，感谢那同学看一下哈，接着下来这一边呢哈，就有提到也是跟佛法有关，鸣地听经哈，就是睡在地上来听经哈。哎呀，我看你们都已经坐都不坐了，对不对哈？
哎呀，睡在床上开着 YouTube 这样子听哦，那么呢，就是呢，我是觉得啊，同学啊，这一些啊，我觉得乌达国师写这一些，往往他如果越传统啊，他们会越重视这一些的礼节的东西，他们认为必须从礼节来表达恭敬了，我们佛教本来都是这样的，如果是你们有看过比较保守的法师哦，也跟师父比，师父算是开放很多了的。那保守的法师，他们的情况就在于自己本身哦，他们一定穿得很端正，会穿两三件衣，再大衣一样，天气热不管了，他们最重要还是哇，一定要讲经说法，那个威仪要够这样子哦，然后呢，要有人请啊才上台说法哦，应该不跟自己比啦。应该更开放啊！应该是慧佑法师，哈哈哈，那些很多搞笑的东西，这样啊哈，它是两个边呐、这样子。那么这种样严肃的法师啊，大体上应该吸引到都是比较严肃的信众哦。那这类型的法师啊，会啊，他们讲你躺着来听经啊，毫无恭敬心哦。他即使你生病也会不允许的哦。我看了、现在的人呢、没有在厕所听经偷笑了的了，对不对先哦？因为啊，他 YouTube 全部都在 YouTube 哦，对不对先哦？你比如说你在洗手间了你上 Facebook 一定会看到佛法的嘛，对不对？里面什么都有嘛所以蛮难行持了哦。那我有听说啊，一位啊比较开放的法师叫 Ajahn Brahm 嘛你要躺着来听佛法，如果你这样躺着听啊你是比较敬老的话，他无所谓的。南传也有这样哦，现在他来自阿坚恰，阿坚恰是蛮严的哦，但这位法师从那边过来之后，他有自己的一套了，所以呢，在他那边呢听经说法是可以躺着，你禅修如果躺着是比较 OK 的话，你可以躺着来修，跟二弟有点像，跟我们差不多也是这样否则多数地方都会要求一个一定的威仪的，甚至打瞌睡都要你坐着来睡，哇。所以呢，这个还是回到去传统跟开放。那么呢，这个呢，师傅这边就讲是恭敬心了，因为他是目前到了因为手机我们无时无刻都带着这样，那听经文法要方便，对不对所以很难的，对吧你们回到家工作很累刷刷 Facebook 有时是给减压嘛就躺着来刷嘛刷，刚好佛法在，来安静去听一下，对不对？哎呀，怎么可以讲？哎，要你这样听到佛法就赶快坐直着来听呢。哎，你讲都已经没有力量了，对不对先？哎，好，然后过后呢，这边还有讲什么？他说仰卧读诵仰卧就是躺着来读OK 比较少啦仰卧读经会比较少，除非是生病多数都是坐着恭敬来听来读不过读经同学是可，如果你本身拿来修订能的话当然是可以在佛前，然后呢上一个香这样修卷预警你们来二地来静坐之前练气功之前，会不会发现来到礼佛，那个佛有那个香，那个烟在，一个轻柔的音乐，觉得是个很好的开始，会吗？是不是觉得这个感觉嘛？来到二地这时候，会呀，用现代语就是比较有仪式感呢。有仪式感，或者是现代语应该是比较有情调，对不对？跟你去看咖啡馆一样嘛，对不对？你会发现师傅灯光放比较柔和，这样，你来到你感觉是舒服、凉凉这样。对呀，对呀，现代人，对对，师傅对吧？会比较有清净心和是。恭敬心。那你觉得二弟的灯光会像咖啡馆吗？有点像，对不对因为现代情况都是要这样的情形，它比较新我们通过外境来制造一个感觉你可能刚睡醒这样那么呢这个情况让你很好可以定下心来，会啊会不过不能够过度舒服了像那天的 Terry 来今天到了 Terry 来嘛，哎呀 Terry 是室内设计师来的，然后我们吃饱了在西八零喝咖啡。咖啡馆喝咖啡他有讲原来咖啡馆的 design 有名堂的。那我们去到那一间呢，全部暗暗的，很有艺术的灯光很舒适，
然后我就想啊，如果把二弟啊搞成这样怎么样？他说哦，不可以啊，会打瞌睡的师傅啊，你佛堂啊一定要够亮光这样子哦，诵经要够亮光啦。那么禅修呢，看情况啦，早上我觉得那个灯光还刚好啦，哦，不太暗也不太过明亮，这样它很舒服，底下开头啊。不过如果那个光线偏暗的话哦，啊不能的，他会打瞌睡。所以一些咖啡馆啊适合聊天，但是你把它装修成这，在你的佛堂哦，你会睡觉的哦，所以呢，它的确是啊，哦，有关联，有关系到这样子了哦。所以我们讲啊，哦，就这个缘故，你在家也可以打造这样子的环境给自己了哦，一个很舒适、亮光的环境啊，诵经禅修，你都可以换掉灯光这样的情形。好，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啊，哈，这边就是啊，有提到啊。乱他听法，这个你要住在团体啊，可能啊会去开玩笑作弄人才乱别人听法，不然你们不大会哦。邪解佛语哦，必说深意。同学，这个邪解佛语啊，还有这个这里的轻慢佛语啊，跟回持大乘可以一起谈呢，啊。回持大乘跟赞声闻道啊，哈，要一起画这几个啊，哈，先讲我们内部啦，其实内部的经典里面啊，我们本来都是声闻啊跟大乘啊不合的，都意见分歧啊。大体上啊，声闻他们都是以阿含跟阿毗达摩为主，跟论为主。那么呢，他们啊，在声闻啊，因为啊，他们啊，在印度的时候啊，跟大乘啊是对立的，大乘谈的是菩萨道。那么呢，他们谈的是声闻当下解脱，那些佛法上啊，哦，他们呢，啊，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啊，没有出现六度波罗蜜多，所以他们呢，啊，会认为呀，啊，哈，大乘不是佛说，这些呀，啊，哈，啊，是经典里面有出现的，那么呢，大乘经啊，哈，里面有记载，当时候啊，这些声闻圣者或者是学阿毗达摩，对不对？对他们的毁谤啊。他们认为这是属于毁谤大乘，他们说大乘是佛法来的。举个案例，应该就是无着跟世亲是最好的案例了。谁是无着？是大乘论的作者。我问你们呢，你们现在学过阿毗达吗？你们觉得阿毗达不，你们学过是大乘论呢，啊？也学过阿毗达吗？两个，你们觉得是大乘论，是不是感觉上啊跟阿毗达吗像不像？觉得像的话举手一下。觉得像的啊，应该是说，它是一个修行次第，它只是名相不同，但是在修学上、修行上，哦，跟色大乘论呢，跟阿毗达摩蛮像的。你觉得像的举手一下，三一位，玉华有觉得吗？觉得有像，对不对？什么的解释的确如此，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无着有个第一叫世亲啊。事情本身啊，他可以写俱舍论来评破大毗婆沙论，他也认为啊，大乘非佛说。那么后来啊，当他的哥哥无着啊，就很巧妙的让他读大乘经，比如说类似是大乘论这样，哦，他就知道，哎，不对哦，毁谤哦，就跟他讲，他打算要割舌头来谢罪哦。不过他的大哥讲，哎呀，不用，你就用你的嘴舌头啊，好好的弘扬大乘经。那不就行了嘛，啊，所以的确是如此，啊，我觉得现在的南传啊，应该有变了，因为现在 不少是北传转去南传的，那在北传转南传啊，有些跟师父的学佛背景蛮像，有印度历史的背景，有中国佛教历史的背景，过后呢，他也一样啊，可以啊，就是蛮熟悉阿毗达摩，也像熟悉南北传啊，全部禅法种种的迹象，也有做学术研究。很靠近的，把就是他们的意愿，到最后他是觉得他要转去南传呐，啊，会比较好。那么师父的意愿还是保留在北传，所以啊现在的情况已经交流很多。那以往的那些南传啊，没有我们这种背景的话哦，他很不了解的，所以一般上啊会认为啊哈啊，除了阿含经以外啊和阿毗和论以外，其他全部是中国人加料了。他们会这么认为了，是中国人加。他们不知道当时在印度啊，中观还有就是瑜伽两已经是流行，是印度的产物来的。过后呢，佛法再从那边传去中国啊，中国佛教再经过一些啊
变革才变成中国佛教，然后再传来哦马来西亚这样。在中国也是啊，流行要千多年之后啊，变化很多了之后才传来马来西亚的哦。但是他们不完全理解了哦，所以呢就跟你这样子讲，他会毁谤大乘。毁谤大乘什么罪过啊？下地狱哦，对不对？他都不认同你啊，对不对先啊？所以有时候，诶，这个没得好谈的，在内部里面呢，哈，没得好谈的。所以这一些啊，哈，就是就是没有办法有解决就对了的了哦，都是这样子罢了哦。那么呢，对方啊，就是不熟悉，也不打算研读，他就会产生这样子的误会。那么大乘啊，哈啊，一般上也会误会啊，哈，把所有啊禅修的人啊，哈。就是啊，南传都当作是小乘这样子哦，啊，其实所谓的小乘啊，哈，我是听说过啊，其实可能误会啊，哈，过往的大乘经主要评破的是说切有部，尤其是已经关在学院里面了，哈，专门研究那些啊，哈，教条式的佛法，然后呢，没有管外界的人呢。我觉得当时我有听说，就是我的老师讲，其实啊，有一部分大乘经批评的是这一些来的。不是现在的那些哦，在修四禅八定那些，凡是那些在森林啊修四禅八定观察的这些，反而是靠近大乘的中观的菩萨，因为中观瑜伽都是重禅修的，对不对？你看整本是大乘的读到现在，全部都是啊扣紧紧哦啊谈啊就是禅修，没有离开过、啊，对不对？哈，内容都是一样。阿秀娟，你有读是大乘论，你不觉得啊？这个是在谈禅修，是大乘论，我讲那么久，你还不觉得啊？不知怎么回答好，对不对？好，又大怕答错，对不对？哎呦，惨了，像还好还是不像好？啊，对吧？是不是？因为没有读阿毗达摩啊。啊，对你没有读啦，啊就啊就玉华跟莎莎有读，就大概知道，哎，其实是蛮像，是不是解的也蛮像？所以很明显的是有误会的哦。不过当然呢，如果你啊叫南传呢、啊、去读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哇啊，那个就差别就太大了喽。对不对先啊？其实是看了、啊、大乘哪一些，大乘如果是啊，像中观经论这些，那你有离开过禅修的，对不对？哦，所以看他读哪一些。如果他读地藏经啊，哦，他就很不敢了，呵呵，他会讲这么地藏经啊，佛陀啊飞上去倒立跟妈妈讲，然后我们的阿毗达摩又是佛陀飞上去讲阿毗达摩呢，到底谁对？哎呦，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啊？所以啊，佛教里面啊，哈、哦，常有这样的现象。啊，所以呢，就是我看我们这种法师存在有意义啦，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啊，南北传让它进行更多的对话跟融通，然后过后啊，哈，你们学了之后，南北你们都可以去，那是最好的了，好，这样吧。好，所以这个内部的部分呢、啊，毁不毁谤还蛮难讲的。那么外面的部分呢，哈，外面呢、啊，他才管你那么多，你问一关刀讲啊，我们出家众啊，在他们的眼里是很糟糕的。他说啊，哈，我们好像换位啊，哈，我们会很堕落这样子啊。哦，是啊，啊，所以啊，我是觉得外道来讲啊，哈，啊，他们讲啊，哦，我们呢才是究竟的哦，要信上帝才可以解脱。哎，你们不上啊，你们不信啊，是魔鬼，怎么讲？是不是啊？对不对？哈，啊，对于我们呢，哦，我们不相信上帝的，他也拿我们无何啊。对不对？像我们的自由啊，对不对？那他当我们是邪教啊，那我们也当他是邪教啊。所以就这个缘故啊，这种方法是没办法解决，应该是需要更多的对话了。哦，对话哦，啊，宗教对话，了解大家的共同点哦。同学记得哦，你跟宗教对话哦，基本上谈五戒啊，是归共同，不是个五戒，所有宗教共同的。一旦谈到定跟慧那边呢，哦。没有办法了，所以呢，大家在一起啊，尤其是公开场合，一定是异中求同啊，我们不要同中求异。不过我们过后啊，会坚持我们自己宗教，因为同中求异，对我们看得到啊，哦，我们的专长在哪里？你了解吗？好，就是这样。那马来西亚呢，也是一样，你不管选择南传也好，北传也好，是你必须要去深入两部分的经论啊，这样子哈、哦，再来决定啊，你要以哪一个为依归这样子。好，来过再看一下哈。好，然后呢，这边呢，就我们讲的非法说法，法说非法。所谓非法的定义，刚刚所讲了哦，就是你讲的跟我不一样，可能就是非法，可能就会这么认定哈、哦、啊哦所以刚刚已经解释了这个 part 了，跟法有关。跟我们讲了哈、哦，这边有谈，他说
轻罪说重，重罪说轻。所以同学啊，记得哦，要我们呢、啊，常常鼓励同学上圣严法师的一本著作，以便可以啊，把戒的种种条件把它搞清。是哪一本呢、啊？啊，陈玉兰，上哪一本？圣严法师的。圣严法师，不知道啊，师傅。哦，是戒律学纲要，来大家看一下哈、哦。通常啊，都是很鼓励大家上这一个哈、哦。你看了、啊、哈，戒律学纲要，戒律学纲要，不杀生。来，我们看一下，同学这里有电子版的、啊、哈，四版的、啊、哈，应该是这个来的。戒律学纲要，那我们看一下哈、哦，啊，这一边啊都有很明显的、哦、这个要付费的。它有一个不用付费的哈，圣严啊，这个来的，这个不用付费的哈。那我们看一下五戒十三，然后过呢，就是五戒及其内容，然后呢，就是这边就有啊哈，啊不杀生戒，啊不杀生戒，那看到没呢？啊，他说啊，具备五个条件，成不可悔罪，所以呢，这些是以重罪来的。那么呢，如果你不懂的话，乱乱讲啊，才会构成这一边呢、啊。不过才会构成这个轻罪说重，重罪说轻哈、哦。不过多数你们都很小心哈、哦，不会你们都不敢乱讲哈、哦，通常都会这样哈、哦啊。所以呢，我们讲经说法是需要一些，需要一些培训的哈、哦，一些 training 哈、哦。啊，这个戒律的部分呢就很清楚哈、哦。那么呢，只要一个条件啊哈、哦、，drop 掉啊哈。哦不符合的话啊，这个不可悔罪会变到可悔罪啊，这个其中一个一变了、啊、哈、哦，就变成可悔罪了哦，应该啊是可悔罪了哈、哦，这样子，所以全部条件要具备哈、哦，才会构成不可悔罪的哈、哦，这样。好，来过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呢，他这边有讲了、啊、哈、哦，那个经典啊，超前左后就是后面自己写了。然后呢，抄后左前经典，抄后面前面自己写，或者前后啊，哈、哦，就是中间自己写这样哈、哦。好，这一些啊，哈、哦，嗯，这个也是传统派啊，哈、哦，一字一句要完全跟着来抄啊。但是啊，同学你们知道吗？其实啊，哈、哦、啊，如果站在现代啊，就是翻译经典的立场，其实是大乘论啊，哈、哦。玄奘大师有修改一些东西，啊，像师父之前有 post 那个平等，他加多个平等，是玄奘大师自己加，因为加了啊，他才更加传神，因为如果不加的话，按照梵文，他在语义表达上是不够强调的，啊，所以呢，在翻译的角度啊，哈，他们适当是有加，那么这个敢加的一定是开放派来的。嗯，好，保守派是哦，完全跟到完，一点都不能够改的，是保守派的作风这样哈、哦。有吗？有读到吗？师父有 post 说玄奘大师改的，有加的，秀娟、玉华有看到吗？没有看到哈、哦，哦，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后来自己师父补的那些未必会看的、啊、哈，因为上班的关系是不是？对吗？哈、哦。OK 哈，嗯，好，好，都是我看了，整个是大乘最有兴趣应该是学会罢了，哦，都会放到那些很深很深的东西哈、哦，我看其他一看了、啊，就过了的了哈、哦，不理他了哦，啊，上课也是听师父讲可以明白的那些哦，在读经文哦，又是哦，那冥想放在一起又一直半解就不理了对吧？哈、哦、，OK 哈、哦，好，所以呢，经论也是这样，所以同学你记得了哈、哦，就佛教有开放派跟保守派啊，两者之间。在治理啊，在对待经论就有差别了。好，来，我们再看一看哈。然后他有讲啊，哈啊，你看呢，其事文辞安置几点，就是经典里面呢，哈，修饰啊，哈。不过这个其事啊，这个其啊，是不好的词来的啊。其啊，我们跟其语有关哈。其语啊，哈，应该怎么解哈？看一下哈，《新增国语词典》找，啊，祈语这个词啊哈，通常啊，我们呢，祈语是叫悔道悔迎，这边祈事啊哈，应该是指啊，
不好的修饰。来，我们看一下，这应该其实应该是属于副词或形容词了啊，名词不是，形容词华丽修饰，同时也可以写一写，不能够太过华丽的修饰它，哦，不能够过度华丽修饰。不过这个当然没有个明确的定义了，基本上我们水灿呢，啊，不算华丽修饰，不过是蛮符合啊。就是中国的那个当时的文学的啊，都是字对字、词对词，什么对词句五个字对五个字，七个字对七个字，蛮有那个高深的哦，那个就是那个还有押韵的哦，所以看到吗？哦，这一些对于太过保守也是不喜欢这一些的。进来好，珊珊，我刚才好像也开始嘛哈，哎呀，我是中了那个《本草纲目》的毒 CCTV，哇，他的那个词汇用得很漂亮，我也看到照片拍一拍，也来一个七个字对七个字的，然后也给他押韵，哦，但是这个对保守派他们不能够多少讲啊，哇，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他们讲啊哈，所以啊你们要找对人的哈，是啊，保守派是不允许这样的哈，这样。它其实啊，为什么 CCTV 啊，凡是纪录片要这样子啊，哈，我觉得啊，原因是因为如果它不这样的话哦，会太过枯燥了，因为纪录片本身都是枯燥的，所以呢，为了啊，可以打破舒适，你们知道吗？中国 CCTV 啊，那些什么舌尖上的中国啊，它可以打破纪录的，你知道吗？哇，可以呀，过亿人看，它原因是几个点的，第一。他的 facts 不多，那《本草纲目》很多人看哦，《本草纲目》不讲药的咩？我没，他的药只是几句罢了的。过了整个45分钟，全部每一幅画，每一秒啊，都漂亮的，哇，音乐都是精美的哦。然后呢，都是中国的风景全部进来，然后那个药啊，只稍微点一点，然后都有故事的，里面都一定有故事的，所以变到啊，哦，你很好看。不过我看了啊。看了一集之后，我就闲聊了啊！我不给看太多这些，我还是要找一些比较啊。我如果我再看，我要找医书来看了的了，要全部都是里面啊这种啊，有大概看了几集，哎呀，觉得够了咯，受不了啊！我还是喜欢比较多 facts 那些东西，比较严肃，还是比较喜欢哦啊。不过久久啊，滋润一下看这些就好了。哦，这样好啊，所以现在纪录片呢都拍得很好看了，都我现在哦这样子哦，所以这些也是啦哈，算是修饰过了啦，这些这样的方法，不过它不修饰啊，不多人愿意看的。过我们再看他说会不会利养名誉恭敬，为人说法无道德行啊，这个啊哈，为了名闻利养恭敬啊哈，说大体上啊，还是回到去我们当时啊哈。初期啊，有没有跟到的老师如何教育，那个是最关键的。然后过后也要看点福报哦。如果法师啊出到来啊，这三餐啊哈，都有问题，然后经常有遇到啊哈，没有办法哈，serve 他的那个他是煮的哈，他就很难说啊，要很有那个什么道行什么，就有点困难哦。这样子，我昨天呢去巴沙马拉嘛哈，遇到个卖罗卷的，他很独特，他是素。一个字我知道吗？Vegetarian Royal，我就很好奇，我走过去哦，我就讲啊，你卖素的 Royal，他说是啊，他看到我是师傅嘛，我讲生意如何，他说我就快要关门了，我讲为什么你会卖素的 Royal？我想不要杀生，那我们的差别就是那个 Royal 里面会有虾的，如果是啊卖荤的了哈，他说我选择要这样。我讲了你是学什么东西的哦？你是学佛教吗？我说哎，为什么教都学的？其实啊，他就讲了讲了，我到最后他连了哦，佛教啊、回教啊、基督教啊，讲能够尝试，他都尝试去 explore 了。到最后他选择佛教，然后他喜欢听的是净空老法师的这样子哦。我说啊，他蛮喜欢净空老法师讲的东西。那我就跟他讲，哎呦，我讲啊，你如果就会关门啊，不行的嘞，这样子哦。好不好？你改一改你的名，或者是你的就 vegetarian 啊，哈，Roger 哈，好不好？加多一个哈，救地球这样子，就是吸引一些环保的人啊，哈，爱地球的人啊，来吃你的 Roger，要素食可以顺便救一救地球，他说啊，他讲了这样啊，如果他问我吃 Roger 这样子丢地球，我不懂得解释啊，讲哦，对不对先哦？我们讲吃
他讲哎呦，讲到我也不会交代，还是他说，还是我先改个名字，叫做我欢喜若叫好不好？师傅他讲，我讲好，你两个合起来看看如何？因为啊，有时候教徒就是这样的，他想到要啊哈，要他的那个若叫没有混啊，就让他更加的亲近这样子哦。但是你要知道市场啊，能不能够接纳你先不过啊，如果坦白讲，师傅到过欧洲啊一些国家哈。你讲啊，vegetarian burger 你不用担心，真的是啊，哦，很容易获得了的哦，素食。不过他们跟宗教没有关，我们叫 plant-based 啊。当然胆固醇也不低，然后价格也不便宜，但是现在是非常流行了。不过可能呢，在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巴沙马拉嘛，讲到吃素啊，哦，还是不普遍的。所以呢，过后啊，跟他聊没多久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以帮你买一包，给你一个祝福，但你的问题你还没有解决的哦，你到底是招牌问题呀，还是什么的问题啊？我还没有讲完呢，就开始有人来帮场了，我就赶快打包啊，他讲哦，师傅就是不赚钱了哈，只是收回我一点本钱这样就走了。那我绕了一个圈看，哎，又有更多顾客上门呢哦。所以我在想，哎，他可能是客气啊，还是刚好啊，吼，就是啊，吼，他需要一些时间这样。所以我们经常啊，往往啊，吼，就是啊，在佛法上啊，跟生存啊，吼，两者之间需要摆动，连居士都会这样。我觉得这个居士啊，其实蛮值得赞叹的哦。不过啊，我觉得啊，吼，他要这样子做，可能一个大前提就是，他最好不要养家，你最好不需要养家。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需要养家哦，你这样子卖这个很太过符合佛法或者太过健康的 organic 的东西哦，啊，你会很糟糕啊，就是因为那个风气啊还没有形成。对呀、啊，健康的食物，我现在啊去很多面包店呢、啊，尤其装修很漂亮、多漂亮的咖啡馆，什么都好，我一问你们有没有欧式面包，脂肪、糖分啊，哦，是少过4%，他们讲没有。因为这边的人不吃的，所以啊，多漂亮都好啊，全部都是啊，哦，哇，如果是 cheesecake，应该是60%以上啊，哦，都是糖跟脂肪，但是这些有人吃啊，哦，所以我们的风气没有，我们不像欧洲这样哦，2/3的面包全部都是健康，所以啊，你要跑健康路线，要跑宗教路线。你要先看可不可以生存，能不能够打造，你有没有那个条件？佛法也是哦，过往 MCO 有法师啊，遇到生存困难，他们交不到租，有法师了啊。师傅还好，我 MCO 之前早就盖好二 D，那时我就已经把它搞定了啦哈，我们就没有这个顾虑啊。当时候只是顾虑安全哦，就是生存的问题罢了，三餐的问题。哇，他们呐、啊，有些法师是每一个花园。就建一个道场，每个环节一个道场，全部是收，都是还要付租金的哦。他是想到哦，在这个达曼有一个道场，让人来可以吃吃素啊，拜拜餐，拜拜佛啊。他也是不复杂的想法，那法师是好意，他的法门也只是这样罢了哦。啊，不过啊，哇，你知道吗？在 KL 每一间呢、啊，3000的租金哦，你两三间呢、啊、MCO 你多少钱先？哦，你三间就三间的话就9000块，哇，MCO 可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有这样的情况。后来啊，好像有救到了啦，有遇到大护法救到了这样子哦。所以呢，如果啊，他连生存遇到困难了、啊、哦，你讲要不为名闻利养啊，就很困难。应该是说，那个名闻利养是要来做的。有时候就说他为了要名闻利养，可能只是为了生存的，而是纯粹为了名闻利养，又另当别论这样。你们有没有啊？像那个卖肉夹的那一位小贩这样挣扎过，就是？就是佛法的教义跟生存之间的挣扎，道义之间的挣扎。修卷有吗？你做修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两者之间，哎，需要去想办法平衡，有没有？跟佛法倒没有，但是跟一些其他的观念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了。这个方便讲吗？比如说，我公司卖的很多产品是好像那些 disposable 的，它对环保其实是有伤害，其实是有伤害，所以其实会有一些挣扎的，这个跟佛法有关哦，因为现在师傅把不杀生戒啊，把地球也放到里面去了，必须哦，太严重了，你们不觉得我们热得很厉害吗？所以我不杀生戒啊，珊珊，我下一堂课我会把地球拉进来哦，不拉不行了哦。
不能哦，一定要告诉大家哦。你知道吗？师傅之前来 MCO 那时候那段期间，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东西吗？我买了一个食物啊，那个包装只要不能够 sustainable，我就写信去公司跟他讲了嘛。结果写了30几间公司，只有一间回应我罢了。我们的意识还是很低的哦，只有一间回应我就是啊，我去买那个去 pharmacist 买他的产品，他写信，我说你的包装啊不 sustainable，你可不可以用比较 sustainable 的包装？哇，他回信啊，很礼貌，他说啊，这是我们关注的课题来的，不过呢，我们食物的包装也要顾虑到它到底新鲜不新鲜，所以变到啊，我们用的那个材质有时不能够回收啊，就是最好我记得我至少写30封啊。不过都是 cut and paste 容易罢了啦哈，包括连妈咪我都写过去给他，知道吗？没有回我啊，所以啊，我们的公司比较差啊。如果是那些国际公司啊，Coke、Palmolive 那些，哇，那些他们是很重视、很严重的哦，这样子。然后台湾现在也很重视，Malaysia 比较差，一定要靠政府。我们呢太过单薄了，所以啊，我一大堆的这些垃圾哈，全部都是跟食品包装有关。是，所以修卷啊，跟佛法有关了。其实，啊，地球已经是个生命体了的哈，就这样子来接纳哈啊，所以呢，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啦。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呢哈，然后接着下来啊，这一边呢哈，他说啊哈，求法时过应该是这样子哈，求法时的过时了哦，这个我们就不谈啊，就大家就是。来学佛，在外面的道场学佛哈，啊要留意啦，因为啊像你们习惯跟师傅学，可能呢师傅这边你学的经教也比较精，那如果到外面遇到非法师，他经教不精的话啊，记得不要去轻慢，好，这样子不要去轻慢，那你知道啊，他的专长不在那一边，那他专长可能在别的地方这样啊就好了，这样子哈。啊，所以基本上师傅这边也没有说太过多过失的习惯，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慢慢都会有影响的，好，对不对？哈，那师傅很少谈别的过失的哦，啊，变到自然而然的哈，我们会养成一种风气啦，哦，这样子哦。让我们再看呢，啊，他说啊，而为啊论义啊非礼淡忌哦，为了论义啊非礼谈忌啊，这个啊和也是刚刚所讲啦，大乘跟小乘互相谩骂哦，这个 not necessary 啊，之前师傅有收到啊一些南传信徒来发战书给师傅了，他要跟我辩论啊。我懒得理他，这是什么缘故嘛？因为啊，这些啊，他们很明显是，就是我所讲的，第一，没有历史的背景；第二，也不了解我们大乘讲些什么东西。师傅这一边呢，也没有乱讲，而是我们呢，都是有贯通，而且是大量的阅读，而且很努力贯通之后啊，才会出现两者可以共同的地方。那么这些跟你下战书的人是为什么懒得理他？第一啊，如果我接受挑战，对不对啊？其实最高兴的是基督教，他是看到两个狗啊，在狗咬狗顾不了的，对不对？先啊，这个第一点。OK，第二啊，如果你不公开，我跟你辩，我觉得即使啊辩到最后的结果，你是很会辩的哦。我觉得就是说，你未必改得了我，我也未必改得了你，到最后可能会大伤元气，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必要了。如果对方啊跟我一样啊，都是比较开明啊，那个就值得谈了。我有遇过啊一些人呢、啊，跟他辩论呢、啊，很快乐的我哦，因为他那个辩论是他会很努力听你讲话先，过他就讲出他的讲法，因为他的态度这样，自然我也在听他讲什么。我听完过，我就跟他讲我的讲法，到最后我们两个啊都会学到东西的我啊，这种辩论才有意义的，而且大家都有辩论的那个基础，就是会针对性资料，表示说啊。OK，你觉得佛法这个有问题，我们就看到，哎，你是看什么？你是看《阿含经》，那我必须也要看过，我看过，你也看过，那么共同的范围，然后呢，找出是定义的问题还是观感的问题，就把它辩论出来啊，这样才有意思的哦。所以呢，以前的 COVID 了哈，哎呀，你是看新州的，另外一个呢是看 Facebook 新闻的啊，这样怎么来辩不到的，因为连资讯的来历啊都有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一般上啊，哈，要辩论的话，一定要有辩论的那个知识基础，才辩到有结果，才辩得欢喜的，哦啊，范围要一样，然后呢，范围一样，在那个范围里面进行啊研讨这样子，哦，而不是跟对方谩骂这样子，
好，然后过后啊，这个尊重邪教，然后呢，回此大正啊，这种尊重邪教，哎，也看你邪教如何定义。像你看啊，像以前那个卢啊，像以前那个卢台长这样，他是不是邪教啊？其实是很难下定义的，莫衷一是哈。佛法里面他也有，但是他用的方法也是少有人这样子用的。那他看遇到背后是神是鬼，也没有人看得到，你也看不到，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有很多观众上台啊，他们讲的确是也灵验也有啊，是不是？也没有听说做表演，所以蛮难下定论的。到底谁是邪教，是不是？哦，所以有时这种蛮难下定义啊。通常我们这样子来定义哈，第一，我们先看注册啦，佛种接不接受他注册？OK，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哈。其实还有很简单方式来看呢、啊、哦，他算不算是佛教？就是他皈不皈依三宝。如果他最后不要你皈依三宝的话，哦，他应该算不算是佛教的特色来的？不算这样子。所以我们第二先看他有没有皈依三宝，因为他一皈依三宝，他就安得了三宝底下，他其实他本身他就不自由。因此啊，之前那个啊，卢生燕也是，他们呢、啊、其实啊，哦，包括卢台长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但是啊，哦。你说你是佛教，但是你又不皈依三宝，然后过后啊，哦，你用大量佛教的东西，这样变到啊，其实人家争议的是这个派，我们在意的是这一些。我相信他可能有救到人的，我也相信啊，他的通灵能力是有的。不过就是，如果你本身不皈依三宝，那你不应该啊说你是佛教，你就成一个自己卢教这样了哈啊，我们无话可说，你就继续救人呐、啊。那我们呢、啊，可能搞不好我们呢、啊、也需要你帮忙。你们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讲啊，我们是从定义来看，第一，社团注册，不是社团注册，因为社团注册去社团注册局啊，他搞不懂这些佛种注册，那佛种注册过，我们再看有没有皈依三宝啊。那其实啊，我们蛮多啊，哈，那些寺庙安堂啊，都是三宝皈依三宝，他们也不懂佛法，他就是这样拜，这样子念啊，就是他只是能够这样罢了，是很正统佛教啊，不把他只能够就是这样罢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有时候啊，哈，他必须要所谓的，我们讲所谓的佛教啊，它产生到功能啊，除了仪式上有皈依三宝，它的内涵要有，两个综合起来才理想的啊。否则的话，如果全部啊，哈，都是佛教，但全部都只是拜拜念念这样，然后过啊都没有太多，全部是佛教意义也不大，你懂我意思嘛？对不对？哈，你也帮不到人，你也没有通灵的能力啊，就是来大家做做法会呀、啊，然后呢超度一些啊，来的全部都是安迪啊，吃吃斋，就是这样罢了，对不对先？哈啊，所以呢这一些哈啊，有时候啊哈也，所以为什么我们呢哈也不会说哈有些团体他帮到真的帮到人，他也弘扬到佛法啊，他可能他没有办法皈依到，或者是没有办法啊拿到佛种的注册，佛经的注册多好，他有价值存在，我们都认可的。不过就可能你就不要讲你是佛教了，这样比较好，这样好。好啊，这个就是定义上的问题了啊。回此大字呢，这个是应该是比较难的字来的哈、哦。来，我们查一查看呢、哦、OK，ZFO 哈、哦。此哈、哦，诗词词词。啊，毁谤啊，同学哈、哦，说毁此大乘就是毁谤大乘，啊，何为毁谤啊？之前讲过了，那就是怎么讲啊？诋毁毁谤啊，哈，看比较正规的定义哈、哦、，copy 哈、哦，毁谤，再去翻查一下这个，啊，这些可能呢，找法律那些会更加的精准哈、哦。毁谤罪哈，毁谤，哦，散布不实言论，损坏他人形名誉，这个定义蛮好哈、哦，不实的言论，然后损坏他人的名誉，不实言论损坏名誉，我听过红蓝呢、啊、有讲一句歌蛮好笑哦，就是大脑人的大脑是有区别的。通常男性啊，因为他大脑和荷尔蒙的关系，尤其雄性荷尔蒙，所以呢，不和啊，哈，通常都是打斗，斗拳头哦，啊，他雄性荷尔蒙越强啊，就喜欢斗拳头的。那么他说女性呢，
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就大脑的关系，不喝怎么样？他说女性就散步遥远，你们觉得对吗？你们觉得对不对？是不是男女不大一样是？是、哦、啊，我们不喝啊，男性荷尔蒙强就是打了，对不对？哦，他才 fight 才爽，所以为什么啊？很多那些搏斗啊，很少女中，哎呀，女中也不好看，一定是男中的，哇，搏斗这样都是男中，女中不敢的，因为荷尔蒙啊，体格的关系跟大脑的关系。哦，而且这些给人感觉啊，都是啊，好像四肢发达多少简单，给人感觉那种感觉，对不对？哦，啊，那女性如果会散播谣言哦，啊，应该是心思缜密，然后呢，看太过多宫斗剧了。哎呀，今天呢、啊，新州的副刊呢、啊，特别就是报道宫斗剧啦，就分析宫斗剧啊，他说为什么这宫斗剧啊，会出现哦？他说啊，其实很多宫斗剧啊。他讲得好像，他说如果真的啊，把这些真正的王后啊，的故事啊，如实拍出来啊，没有人看了、啊，因为很闷的。哎呦，那些生活，他讲啊，哎呦，他讲啊，那些皇帝的妈妈都好啊，我一成了皇妃就关着了的了，关着紧紧的啊，没有那么多逗的。很闷的那种清朝啊，只有他们家人才可以进去看一些啊，然后慢慢生计哦啊，他是不是通过斗来生计的？他根据资历，越老越生越高，越老越生越高，你一定要啊，在你的老公死了之后，你还活着，你就可以升到最高了的了。哦，包总今天新周才写啊，很好笑的讲啊，他说啊，哎呦，真正这样拍啊，闷都闷死了。他讲真正的那种啊，宫廷的妃子的生活，他讲啊，有谁要过？他就讲嘛，啊，早上起来，吃早餐，然后过呢中午啊吃午餐，然后呢就打下牌，然后每顿饭有30道菜给你选，又甜点，啊，晚上就睡觉。他说天天这样子，哎呦，闷都闷死你啊，讲谁要这样的生活？所以呢，这一个啊，所以呢，就是提到女性，你们认同吗？是不是女性方式，女性不会找人打架的，那就散播谣言，有倾向，对不对？OK，这是大脑跟荷尔蒙的关系了，我们就这样讲了，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过后呢，战神文道，这个全部讲过了了，好，来请就是玉清读下一段，如是等罪，如是等罪，无量无边，皆悉忏悔。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或于身间有障，杀阿罗汉，或合合身，派发无上菩提心人，断灭离种，此圣道不行，或夺脱道人，鞭挞沙门，处达驱使，普严迦谤。或破境界，即破威仪；或劝他人舍于八正，受行无法；或假托行仪，归切常住，如是等罪，今悉忏悔，破好，我们我。还是可以暂停一下，我们一段段来了哈。现在是到升仙了的了，另外好，来，同学看一看呐，这一边呢，刚刚这一边呢，就是主要是跟法有关，这边是跟身有关呐，
同学，基本上跟生有关是，到了现代啊，如果你是来二地这样啊，比较会难翻上啊，跟生有关的东西，因为师傅一个人罢了，加上啊，目前啊，我们马来西亚的制度都是这样的哦，就大家来门槛很低，大家来过后呢，不敢哎，你就离开了这样，它变到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像二地这样。不过外面有些团体啊，因为它有社团注册。那社团注册，他成了 committee，他做了 committee，他里面有导师。过了 committee 里面啊，老师觉得导师很不好，老师看得不顺眼啊，这样的情况底下冲突就会产生，他就很容易啊有犯上。不过他可能觉得，哎，我是跟章程做事啊，我是秉公办理，他可能心里这样子想。那么呢，身中可能啊，也不是说对于这种什么社团注册很懂的啊，他性格也是比较单纯啊，往往啊。这两批人放在一起啊，他就容易有问题了，或者是说，如果在台湾啊和中国啊，他有个大生团，你跑进里面去做 admin 啊，做指示，你会看到里面很多的东西，也看到里面的意见不合，然后呢，然后呢，里面可能呢，居士跟出家众有闹意见，或者出家众跟出家众之间闹意见，或者里面的居士跟居士闹意见，就很多这种问题就会出现。那这些如果牵涉到僧团里面啊，你就很有可能会牵涉到和这些有关的事情。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边呢，他有讲几样情况或与身兼有障这个是解读不到，也不要有点奇怪什么叫身兼有障看看查查看有没有身兼有障应该是美啊这个字身兼离雅，哦，不是来的咯，不知什么来的身兼有障，untitled 没了。没了，都是照抄上去罢了没有解释什么叫身兼有障而且呢，刚刚有看到一个佛陀时期佛陀生活也是没有什么讲到了也是没有你看到吗呢？全部都是在被水上把它抄过来的没有真正解释到过他讲了然后呢，萨阿罗汉同学，萨阿罗汉跟波诃诃僧。两个综合起来，是一个最大的罪。我们有个名号给他，玉华叫什么？萨阿罗汉、破和僧。罪，啊什么？我的罪，忤逆罪了，我的罪。忤逆说同学记得这两个合起来是等同忤逆罪玉华，你在哪里上课啊？不像你的家的哈。哦，我在另外一个朋友家。难怪了我在朋友家上课真的勤劳来，忤逆罪是这个来的了，来，萨阿罗汉，破和合僧，就是你去分裂僧团这样子所以呢，同学，如果你在僧团里面住你让他分到两批这样你去离间，会构成忤逆罪了，蛮严重下所以同学留意不过大家。你们目前不会出现这个现象了感觉还好了好，然后呢，接着下来就是他说，害发无上菩提心的人，这一个基本上人家发菩提心，断灭佛种，使圣道不行。我觉得这一个也是有点困难，就是，比方是说，我们这成佛之道刚刚上完了第八期完了，我们的功课就是，请你选择成佛还是成阿罗汉。然后为何、如何，整本答案在整本成佛之道，你要找出你为什么，因为才上完嘛，上了4年了，他们讲，找出来。这样的话，你可能你觉得，哎，因为师傅这边拿成阿罗汉 OK 的，成佛也 OK 的，你可能人家成佛你会告诉他，哎，你不要成佛，为什么呢？你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也不算，因为基本上我们过往啊。成佛受菩萨戒真的好似食生菜咁样样，太过不懂东西就答应讲要成佛了你读了成佛之道，那些什么三大乘子戒，哇！你看了之后你就
这个我真的要再研究一下，才来考虑是不是要成佛啊？的确，它有门甚深，所以这种讨论呢是另当别论哦。这样子不是恶意的话是 OK 的哦。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过我们再看一些哈，就断灭佛种，看到吗？那成佛的种子哦。啊，或钵陀道人边考沙门，同学，我觉得这些跟做官有关呢，做官有关。而钵陀啊，钵陀也是有点奇怪的这个词啊，可能是鄙人还俗了哈，钵陀哈，钵陀道人，还有啊，钵陀哈，脱掉啊，物件脱了挂除啊，这个就有点奇怪哦，钵陀道人这样啊，不过边考沙门呢，这个是答哦，这个应该是政府官员有关。然后呢，处答驱使啊，这跟鞭打有关，这都是官呐，来对付，这可能呢会破身体的皮之类。为什么会这样子写主要是啊，中国有三个皇帝啊，就是破坏过佛教，而他们抓到出家中，如果不还俗的话，把他们关起来，然后鞭打他们呢。我最出名的一个，反而就是达赖喇嘛的老师，80岁，他听说被关的时候啊，中共把他关起来。他每天啊都在背诵佛经，来过时间，来加强自己的意志力，这样子啊。过后呢，当他离开了之后啊，出来监牢他也是愿意原谅他们。这把把他关进监牢的人，应该都是中共思想的关系，这样子他可能呢又不愿意说我要放弃我的宗教，他可能就不肯其实同学啊，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我们可以阳奉阴违的。不需要吃无谓的苦就口头答应了，但是内心里面你背诵佛经，他不知道的嘛，因为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信仰嘛，对不对？所以当时达赖喇嘛为什么他要逃离西藏？因为他跟中共的高层一起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中共一定是会要控制宗教，宗教是在他们之下的，他意识到。但是西藏一向以来都是政教合一，是他们说了算的，所以呢，关于那个灵童转世中共要插手。他们不愿意，他们认为应该我们宗教我们自己来决定，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让步，所以到最后他必须要离开达赖喇嘛。看到吗？因为你也仔细想一想，也是有道理，就是宗教确实要屈服于这些他们底下他就有点不大合理了的了这样子。好，来给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呢，他有讲就是出家众或破境界，破坏别人的境界，破坏别人的威仪这一个会破坏出家中的境界这一个我是觉得有时候如果夫妇两个学佛，对不对？你对方不了解，他才会进行破坏。哎，你们那如果有夫妻学有夫妻有就是有家人，那你学佛，对不对？你要跟他们沟通好来。所以就这个缘故说八关斋戒在寺庙比较好。我听说因为老师他们呢，就说八关斋戒放他们回家，因为你说了八关斋嘛，不适合听音乐，你看到别人听音乐，你跑去关掉别人的电视的，那不是起冲突了，对不对？是吗？所以呢，就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因此，我觉得这个破这个境界如果破到你们的，应该是你跟你家人没有协调好。说你摆明要吃素你想吃素，他偏偏要你吃肉。我觉得有时外面上班的人外面的社会知道你吃素，知道你佛教徒，知道你不饮酒，他们会更 respect 你，还是更加刁难你居多？珊珊，你那边环境怎么样？我觉得不会呀，他们也没有特别歧视还是什么的，我都觉得是随性的，需要刻意隐瞒吗？还是也不用不刻意用不用，让他们知道吗？刺青术的人，他们都会直接摊来说："哎，我是刺青术的。"然后，大家就会知道哦。如果刺青术，我们就要去到素食馆。那些如果好像随性，像我这样随性的话，我们都可以是肉边菜的，我们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吃。很好很好，就是你的团体工作社会大家是也算是蛮开明，然后呢也不马虎你叫我 respect 你。玉华的工作环境呢？也是可以明讲，对不对？是吗？你也是要跟同事
也是他们吃肉，我们可以吃路边菜的嘛。嗯，没有，他也会 respect 嘛，对不对？啊，如果他好的话说，哎，我们去吃 vegan burger 这样，哦，当然更顾虑到你，也会有，对不对？哦，啊，或者他会顾虑到啊，那个地方有酒这样，像有时是有些餐厅有酒啊，就啊不过同学当然对师傅好啊，会问啊，师傅那边有酒，你介不介意这样？啊，你们的同事 OK 嘛？比如说你讲哦，我是五戒，我不饮酒的。他们会不会愿意让你用果汁带酒来敬茶敬酒之类在仪式？他们愿意吗？愿意是很好啊啊，就表示你们的环境很好啊，不会是说有人故意为难要你们破戒。所以我觉得通常啊，这边讲的破境界哦，都是有一些人啊，他刻意，他其实他不知道啊，他害你们破啊，他是蛮糟糕的，在果报上的确是蛮糟糕的哦，这样子哦啊，不过不过师傅这一边呢，对于戒律，我们基本上跑中道了，都是会顾虑大家的饭碗，顾虑大家的 position 来谈戒律了。我这一边不会太过保守了，还是叫大家自己看情况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在社会好生存。那社会啊，如果可以容纳我们越多，我们就可以抓严一点点。好，我们就啊，既然大家对我们那么好，哎，我们就严格一点点。今天我生日，哎，全部去吃 vegan 啊，顺便帮他们累积功德啊。反而是可以倒回头来啊，他对我们可以哈、哦，包容哈、哦，我们就借生日的机会啊，然后呢，让大家哈、哦、啊，然后可以教育一下哈、哦，如果都是比较晚辈同事说啊，吃这个素可以包着说，哎，我们减少杀生，因为每次吃羹肉啊，一定有众生要叫苦叫难被屠杀的，这个是一定的。那么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功德哦，啊，愿啊你的父母健康啊，这样就很好了。哦啊、我们就 take 这个 advantage 啊，如果他们呢、啊哦、可以这样子的话、哦啊、引导他们学佛，然后呢受持啊，他说、哦、叫别人呢、啊、破威仪了啊，什么叫威仪哈、哦啊？我看应该怎么解释好破威仪哈、哦啊？破戒很好懂了哈、哦，我们来破威仪哈、哦，威破威仪。破威仪，我看一下先更好的定义嘛，凡犯戒皆破威仪啊，装神装鬼哦，不矫威仪哦。OK， 你看呐、啊，同学，你们先写写，威仪啊是指行住坐卧来的哦，啊，行住坐卧都有威德有仪者，所以我们叫做威仪。一般上我们讲威仪啊，指的就是这样，行住坐卧哦都有个样子在的。出家众一般上被要求会高一些，所以我们不能够啊，在巴沙马拉蹲着吃东西呀、啊，我们不站着喝水，都是坐下来喝啊，就是跟威仪有关呢、啊。那我们出门呢，衣着上啊，哈，都会有一点点要求这样子，这个就是跟威仪有关哈、啊，是我们的身份的一个表征来的啊。那同学哈、啊，这个的破威仪哈、啊，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这边我们看得到啊，哈，你看呐、啊。凡犯戒皆破威仪也哈 ，OK， 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哈，叫别开始面做个特啊，它是指不做特别的样子啦，啊，这样子说做特破威仪做特别的样子，因为有一些可能呢学济公这样啊，应该好最好的案例就是济公了，济公是破威仪的啊，吃肉疯疯癫癫，然后呢就是讲一些鼓励奇奇怪怪的话。济公那种算是破威仪这样子。那么呢，中国佛教啊，对菩萨的认知是德巴嘞啊。其实真正啊，在印度的菩萨是济公的模样的，反正阿罗汉是道貌岸然的，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到了中国啊，哈啊，反正啊，阿罗汉啊变成了疯疯癫癫哦啊，奇奇怪怪，反正菩萨是端庄的。所以其实在印度啊跟中国啊对罗汉菩萨形象的定义已经不一样了嘛。好，想给大家知道一下这跟威仪有关系、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哦、他说或劝他人舍于八正啊，叫别人不要守八正道，然后呢劝别人舍掉八正道，然后呢受持无法，就是呢只持五戒啊，不持八正道、哦、或假托行仪啊、哦，然后呢亏欠常住，同学这个也是生字来的啦、哦、看查不查得到，亏欠应该也是偷东西，不过是属于古字、哦、亏欠、哦、M-Q-M-R
好。啊，这个字，物为为客为亏啊，也是读亏了哈、哦，亏偷看的意思哈、哦，亏欠就是有偷看的意思啊、哦，这个字也是古字，很少这样子用的，偷看啊、哦、亏，然后呢，你看呢啊，同学亏欠藏住。应该是偷拿藏住的东西了哈、哦，所以他说如是等罪啊，我们都忏悔了。那同学看一下，我们在后面啊哈、哦、就有提到啊，在金像啊，在房间对三宝啊等等，所以呢，同学啊，很明显到了后来这一边啊哈、哦，蛮多都是啊哈、哦，你们呢、啊，尤其是你们居士跟三宝丢的时候啊，不管是人也好，佛像也好，佛经都好啊，态度应该如何啊？他这个怕。啊、到了这边呢，他的忏悔是往这形象。你们呢，在日常生活有没有这种困难呢、啊？就好像比如说，房间有仙、房间里面放佛像之类等等之类，有没有这样矛盾？都没有，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哦，家门宽敞哦啊，就在课堂那边放佛像，都 everything 很好的哈、哦。好啊，没有就好了。那么有什么的话过后呢，可以在私下问一下哦。好，来，我们进行回向。